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那说没办法，你那说身体弄得你的那，你那啥把手机弄得咋子说？嗯，你咋的？嗯，你那就懂吧？你家这马刀。没接完都把那，你对得把卡这个东西把住的，你现在往哪么着嘛不要的，你现在要交接的哪么着，你说是你，俺刚才的，打完了，原来的你，趁机呢就说把说，我也是那接打完说，他接到了手工里面的，就接差不多，他们现在是全部要的，这里在他旁边送的了，说用卡的那零九八。都把那个他吃了那两撮瓜，这里三撮瓜的，第一撮瓜第三撮新的种了，你们撮不撮不嘛？我就打菜菜，那么着忙不了，这他们新的这里可吃点的干起哇，但一直接撮是吧？我都把收了那两撮，他吃了那两撮，剩下的就是那一撮，不用的着我，他吃的他就要的，俺他妈光不吃的他就拿着我呢。这个吃多多的啊，哦哦，说说了那些的呢，那呢，都把那吃了那吃，一人那吃过了，这到哈过过来的。接续着上午讲到关于八关斋戒的一些问题，有四大主题，现在在讲第三个，也就是。数日可否同时可否受戒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们在一月当中可能反复受戒，或者是要受八关斋戒，他要连续一个月受八关斋戒，可不可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就第一天一次性的受戒，然后延续整个月来持戒呢？就像是在此事愿文里面所讲到的。按照众生的意乐，然后有什么样的心力的差别，其实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们所需要认识到的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你要一次性的受戒或者是要重复受戒都是可以的，它的前提就是拥有菩提心。如果在菩提心的基础之上，你要一次性的受戒，然后延续一个月或者是延续几天来守戒，这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反复受戒都是可以的，并没有像很多的学者他们主张这样子做可以，那样子做又不行的。重点就是看你是不是以菩提心作为前提而受戒。对于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应该要建立起一种信心，也就是你如果要反复受戒的话，当然反复受戒也会有反复受戒所能够得到的利益跟他的功德，这些都肯定会有的。所以那你要一次性受戒，然后多日持戒，也肯定会有他的功德利益的。归纳前面所说的话，像我这样子的不是非常博学的人，所要认识的就是除了可以反复受戒跟一次性受戒之外呢，也可以从八戒当中选择一戒或两戒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都要基本认识。这嘛这是那啥，看不起八千步，不去养养些吧是，这不去养养一百张，三十八的浪费一拿一百年那的，朝阳道具他妈的些什么事了？不去养养一百这都什么人是？关于受戒一天以后能不能够得戒，就第二个问题方面，上午讲的第二个问题方面，偏执的讲一些吧。就是迦牟羊活佛他也曾经讲过，乃至菩提间受八关斋戒的仪轨，在许多经序当中都有明说，也就是受一日受戒之后，他能够延续到后面，这个道理是在经序当中都有讲到的。嗯，你讲起来别的，那我说到位差劲了，就为了这个上我当啊，为什么羊这个要的，别人不这个牛不会来就钱了呀。你也得马上把这计划呢计划起来了，起来了，可我他妈没把这个国家解决了嘞！别听到是三中三地的多计划嘞，这个他把这移民的那个接到的东西，三地的生产计划有别的呢，你把这所需的呢，那个骆驼的拉来，领着领着把所需一起就拉来了，
누가 이미 대처하는 와중에 맨날 다다 파티 단비 동안하나 고초수도 사초 센데 에들이 단위도 사기 맞춰도 봐도 에 단자 양자 양들이 이제 비치고 하자도 이제 뭐 이러래 이런 거는 어쨌든 잡으래 했던 거죠. 这个可以从业力因果跟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认识到，就是一次性得戒或者是当日得戒之后，这个戒也能够延续到之后的道理。举一个例子来说，像从业力因果来讲，我们造了不善业，只要这个不善业还没有成熟，则在轮回未空之际，只要它还没有成熟，这个善业就会生生世世跟着我们。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造善业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一个利他菩提心出发的善业，它会使我们的心跟佛陀的心结合在一起，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这样子的智慧跟我们的菩提心，它是生生世世跟着我们的，如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生出的戒体也是生生世世能够伴随着我们的，这一点是毫无怀疑之事。就像是我们在受皈依戒的时候总是这样子讲的，得到皈依戒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想着是从现在起一直到证得菩提佛果之间，都生生世世都皈依三宝，如此发大乘心而做大乘的皈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随时也都应该这样子发愿，就是生生世世追随三宝，那生生世世持守皈依戒，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一日受戒之后戒体仍然存在，这个道理是可以成立的。嗯，你这样子的，那担心这个东巴样这种来了，你老把他去他把就不说我们中的等于，你把这计划也刚也等于，身体上这个骨板呢，全部也身体上这个骨板，那三郎心里所想，他就是背叛了，是背叛了，或者是心里把他当成功利，真心的嘛，真的真心把这里子。身体怎么这边是被稀释心里所说的。除了前面从业力因果来说明受戒以后戒体能够不断的维持着一直到证得菩提果之间，这个是从逻辑来分析的。再来呢另外就是像经序里面也有讲了小圣的进驻律仪，也就是小圣的斋戒能够在菩提果之间都能够受的话，那么大圣的斋戒就更是如此的。因为大圣的斋戒是结合着菩提发心而发起的，所以这样子的心力会这样子的戒体会随着我们发心的心力生生世世都不断的维系着，一直到我们成就佛果为止。这个是透过逻辑的分析来认识就可以成立的道理。我们这样子来认识得一就是一次受戒，然后之后戒体不断延续存在的道理。僧巴呢，大古巴说是老师的，嘛僧巴对啦，那你那的东巴，你家里嘛都没戒完都不，村民就落了秧，你家忙不就这个林子龙啊的，刚林的呢，你那就落了那的，你家忙不把这边了，那。世界就是哪几年才差点了，这个要命的。这里我见了说话的呢，那个用个些人呢，连出个有吧，说话也的。你要忙不就这个人的龙王是的，他第一次到来是，第二年纪他第一次到来什么的龙的长的，他第一次到来这个一恰当的说话的。等于第二年你压个，他已经。And 我讲从出起步到位，从出起步到位了，到西边翻马车的时候提起了，浪子龙啊也别的，这样你要这个，你要这不懂吧？连装个牌的，带的，浪花也别，你要个懂吧？没就是中没多少，是这样子。第三个主题就是一段期间的戒律能不能够同时受戒的这个问题。如同前面所讲的戒体能否延续，因为有些人主张在小圣的进驻律仪当中所谓的进驻律仪指的就是一日性的，它的受戒期限就是一个整天才算是完整的
戒啊，超过一天以后不算，有这种说法。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注释里面就讲到了，其实就算是小圣宗的论点，也有提到可以多日同受的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斋戒本身，另外一个是禁语的这个要求。禁语的要求其实是看个人自己，要不要。个人自己安排要多长多短，这个时间是禁语的期间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戒的期限，有的说法就是按照小圣宗的说法，认为所有的斋戒都是一天性的，所以过了这一天以后必须要重受，不能够一次性的受。但是呢，这边就提到了澄清佛教论里面这个小圣的戒律里面也有讲到说，斋戒虽然是在一日期以一个整天作为期限，但是如果说你像在神变月这样子的吉祥月当中，前半个月你要不断的受持护持十五天的斋戒的话，则可以就是在第一天一次性的受持戒律，这也是可以的。所以不管你是要第一次受，或者是在这个期间重复受，都不会出现这些斋戒戒体不成，不能够算是一日期限的戒体，因为八关斋戒常常被视为有时间限度的戒律不会有那个问题的。刚才说吧，杨总这里在说吧，总这怎么说？大西拉说吧呢，你要特别说几种学生，这到里面吃羊，也吃正的这些，那装的把东西，抓开就呢，若这个伢东接送刚一了，林巴多呢对的那种的这些罗这个伢东接送用多了是被黑巴到了看见的林巴巴也了说电影的行为是吧有多送的这种你的就大家就大家开始的他其中啊那个下沙的名字其中啊，这下啥没子？哦，他别的那个的，弄完就让这些家庭的呢，养家庭的说讲说吧，让社会平人养活着嘞，让朋友没那多把精力无所。再来是像小圣的论点自俱舍论自释里面也提到了半月等重复一日故，这个说明的也是即使一次性受戒也不会不具戒体的这个校正。再来呢，受戒的方法也是将仪轨当中的时间换成一日乃至十五日之间。比方说你今年想要在每年的固定每个月的初八、十五日跟三十日，或者是其中一天的吉祥日来进行八关斋戒的话，你可以在受戒的就是第一次一次性受戒的时候，你的受戒的词句可以做更换，本来的受戒词句可能是直至明日黎明起，或者直至就是菩提藏之间，你可以改成直至每年的，就是每愿我在每年的每个月的八月，每个月的初八日、十五日跟三十日都持守这个戒律。比方说，像有些人他们会发愿十五日吃素，或者是过午不食。那他当然在每个月的十五号都能够提起正念，想到这件事情重复受戒，这当然是很好。但是即使没有重复受戒，因为他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讲都已经发愿了，每个月的十五号我都不吃肉，即使他没有特别再去受这样子的戒，他的戒体仍然是存在的。对了，大体上就是老几个家长接触康人说什么的。别提到就过程了，你第几样修吧？有多少的这个？哦，他多把一大说出卡的零啊，这大的，有人不卡些了，说是谁不打架的那里说，这里啊，过龙的那里说，我觉得，对，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了，今天的多把人，那个刚登六个人，出过还有这到七个人说，第几样修吧？有多少？如果说这个道理能够成立的话，那其他道理都是以此类推的。也就是说，前面按照小圣所讲的，你可以在八号、十五号跟三十号，
受戒，然后再一次性的讲说每个月的八号、十五号跟三十号受戒，这样子也能够成立戒体的话，那其他的戒律，其他在受戒期间方面，你自己的心用，自己的心是什么样的动机，决定了这个受戒期间的长短，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动机是一切的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成立，并且在其他的状况之下都可以以此类推的，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嗯，这种激烈的动作你要忙不了就这个了。领导中了所有的动作特别叫目前才这是所有的动作特别的领导中啊什么。你那个你那个他这个国家学的你那些话的甚至开始加强帮你的这些什么你那些朋友就把这个要的。农历节话的，他你妈就是看了没啥，这没办法的，这这我春节的时候，这天天开吃不是这个药的，这啊，其他开吃不药嘛的。那这边就本文里面就讲到了，小圣的净诸律仪是一次性可以受多戒的戒律，如果这一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大圣的长进律仪当然更是如此，如同早上所说的，长进律仪它也可以分为小圣所讲的一次性、一日性的净诸律仪，以及进食八关斋戒这两类。那进食八关斋戒是属于长进律仪的一种。那小圣八关斋戒，小圣的净诸律仪，它的内容跟功德既然可以挪用到大圣来，并且在大圣当中完全将小圣所讲的净诸律仪的内涵完全涵括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完全可以成立大圣的斋戒，也是可以一次性受多日的戒，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差别在于大圣如果是修进食八关斋戒的话，就是要过午不食，或者是当天不用饮食的这样子的苦行。在一般的进诸斋戒是没有这样子的要求，差别在这里而已。否则的话，从他的功德跟内涵所受的戒条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一点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感谢原来觉得俺们人都有那年来觉得啥子人都能珍惜一把少爷，我把忙不。我爸妈也不怎么崇拜，就老说哦，你妈人家说起当家的样子样子，真呐，变成他们不真了，变成在一起在上马街把人去看了，我咱同学就，要不这一道的亲戚的样子样子说了，然后我爸去不约的，平时去了找我来说。虽然在这边提到可以一次性受戒，可是如果你能够每天反复受戒，比方说每天都能够再次的按照仪轨来正受律仪，这个是也是非常好的，特别的圆满，它能够使我们强化自己的正知正念，不断的强化自己有受戒这个事实，自己不断的在每天重复的承诺，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发愿，在某个期间之间持守斋戒律仪，就是这样子的话是非常好的。比方说如果你不能够全部念诵整个仪轨的话，你至少每天起来的时候就是要提起正知正念，想到为了饶益众生的缘故，所以在某段期间之内我是受持八关斋戒的，这样的发心是非常好的。大冬天就是一把冷气坐地娘亲的那阴那是我的古巴有米接着娘那是有些这样开心的送开心什么样的？但是你今年的创办娘子这种要打出来，要啥的打了开心了。对嘛来说，对了，就把这有娘啊，反正当局的，过得就你的这个人啊，就告诉我，没有这家伙接，这个出门出门我嘛错吧。十六块钱啥鬼送的，没有的借嘛，这种，你那啥嘛能送的，那也不是借的，对不对啦？当兵不是我要的，本来就那也不是借，这里也不是的，那个老弟当兵是我要的，
长轮多长轮呢也要塞的，当这个大杯子也是。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果受戒以后其中一个学处或者一个戒律失毁的话，那其他的戒律是否需要继续持守的道理？实际上应该要继续持守其他未衰损的戒律的。就像这边有两个公案，这个是这公案应该出处是咸鱼经啊，比较长。这个公案主要讲的是两个人，一个人呢他在受了斋戒以后破戒，但是呢破戒以后他仍然守护其他没有破的戒律，所以以此福德后来转生成为人间的国王。另外呢是有一个人他受了戒以后，但是为了要顾他太太的面子，就是为了顾太太的态度，所以就是把过午不食这一条就衰损了，他就禁食了，所以他转生成为龙王。那这两个故事其实原本的版本都比较长，应该在咸鱼经里面可以找得到的。不过他大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受了戒律以后破了一戒，其他也应该守护的道理。刚送我皮用长马松伟，你们你我说说了嘛，教员中诶，这所养越南。宋刚这都写的就不这样，就他们这里日本的日当的规划宋这个对男子你把宋规划这样这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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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的人娘子宋国的人。对于所要守护的戒律应该要加以认识之外，对于守戒的功德还有不守戒的过失或者是缺点应该要不混杂的加以认识。比方说你已经舍弃了或者是失毁了其中一条戒律，则不应该因此就放弃其他的戒律，而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力所能及的去守护所有的戒律。这样子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护戒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晓得说我这条戒律即使失毁了，即使舍掉了，也不能够放弃它，应该反复的再受这个戒，再继续守这个戒。其他的戒更是如此的，这一点也是要注意的。他呢说话不对，他呢他把那戒就给这个戒怎么送过来平庸八个门上吧，这段就和车一样，那么些你把它那个吃了送，但是你留给这么很可怜的，别人那是，当然他就说我们就不懂嘛，烂肉的，你那么高呢，这是莫拉老说他的，他不吃他们不吃肉肉的，这上面没有他们很白相，这里你没个东西说他的多难呢，我当然说把你说出把把你合作拍下去呢，这都得可能把你生活的些人有些东西。说说了这个三个三个怕一下我的书上说说出来，这个三个的女姐姐不是当时的女姐姐你不是留给这个老爸家怕一下我的书上说说透过了别在这个那就不是没有就把这个三个人天然是不用他的最近的送不出来他的我的话你的送把人去因为就帮送把人等给他做些米，哦，他这个米是全部结果，这种，这就钱了，这上面不就把这的钱了的，人家送康，这个这康是退休不干了，给送过来也送过来，哦，他们的就是钱，这个买大牌就可怜的人了，不晓得，等你钱没开起，等你，等你两个开始，大破就是谁这个么，真正可能得多或怎么样的，慢慢钱你都得，这慢慢钱要用了。几十年了呗，我到底我就到他这种，啥子没想法的，啥子平庸都少，才不要嘞。你到他们几十年这样嘛说，慢慢也就这样要嘛嘞，慢慢也就这样，说是多嘛，马上我这里也就这样，为嘛是你把钱不要嘞？比如你老大老大大的，真这个是接受我的，老万岁嘛的。所以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乃至于你只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比方说一刹那之间守戒律，而且呢能够持守的戒律也只有一分戒的话。